各位小金们，大家好，我是 KIN 阿金啊。那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场景呢？哦，在一个军营里面啊，原来又到了这个五星通气的单元啊。然后上次按赞数最高的留言是什么？一个叫做 Like It 黄所留下来的言啊，说下次在军营里度过24个小时五星通气。好哦。但是他没有提到说可以用什么载具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载具，还是偷里面的载具啊？然后现在时间是多少？早上7:30啊，所以我们要玩到明天的早上7:30，也太久了吧？那如果你有想要看阿金在拍什么五星通气系列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按赞最高的呢，就是下一集的主题啊。所以喜欢顺便帮我按到6666个喜欢，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哇，太阳好亮。既然这个观众他没有说可以拿什么武器或者是载具的话，那我就准备个武器，然后先躲到这个军营里面的这一栋大楼里面好了，这边感觉很安全啊。然后我在这边开启五星通气 ，Let's go！ 哦吼，我被通气了，我先往上走再说啊。五星通气开始，现在他们这个警报声一直在响啊。等一下，我不知道躲在这边是不是安全的还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楼梯这边找我。下去看一下，好像不会来找我二楼，哦哟，所以看来不能躲这边啊，因为他们的兵不会追上来啊。如果会追上来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躲这边啊。还是我在这边躲24小时？我也是在军营里啊。来看一下这个门，它会不会打开？刚才外面不是坐了一堆人吗？对啊，刚才这边坐了一堆人，为什么都不见了？这么神奇！我现在只要出这个门就 GG 了，对不对？先偷看一下，偷看一下，没有人来找我快逃啊！他们会进来吗？他们好像不会进来等，我要开血量啊！好了，我们先在这边里面躲，冲出去啊！喂死！阿雷，一下就GG的。感觉不能一直归在这个建筑物啊，不然这一集会很无聊啊，对不对？既然用走的会死掉，那我就开车啊。现在我开的是一台这个传说中的 T20 开这个轻轻松松啊，一个甩尾，呼呼，在这边做五星通气太简单了，因为这边路很宽啊。我这样子，他不要发射飞弹就好啊。吼，好像那没人啊。啦，只要坦克车没有出来弄我，应该是可以躲得很顺利吧。来喽！坦克车还不出来，是不是有点小看我啊？坦克车，快走！我就这样子躲到明天早上7:00，好不好？太简单啦，这个任务。这一个什么 Likey 王说的这一个任务简单啦， OK 啦。还想炸我啊，坦克。走咯。这至少比上次走路简单多了吧，上次不能开车啊。上次用跑的超心酸的啦！我想干嘛？走了！快！他们的枪法也太不准了吧！现在几点？看一下哦，11点呢！来呀、呜呼！在他们这个坦克车旁边围绕啊！
行不行啊？哎、欸，等等，我在扣血，我在扣血。哦，危险，危险的、啊。他们到底会不会炸、啊？我躲这边。哎呦，哎、欸，我怎么觉得在军营里面是比较简单啊？哎、欸，听起来感觉很难，有没有？你干嘛？你还想上车啊？呼呼，走喽！哦哦哦哦哦！我不能被炸，不能被炸，不能被炸！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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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全速前进！一个甩尾。等一下，我们要不要换个载具？哎、欸，偷他们的那个，偷他们的飞机来用，好不好？感觉可以哦。等等，我先把他们引开。哦吼吼吼！哦，他们炸得很不准呢、欸。来来来来来，我先把他们引到这边来，然后再用最快速度去开一台那个什么九头蛇还是天煞？天煞！哦哦！呜呼！呜呼！呜呼！来来来来，下车下车！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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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不行，趁人家上车的时候啦！来来来来，五星了五星了，我先去找个载具吧。现在时间几点啊？现在时间下午2:30。我、哦、那边有一台卡车，就拿一台啦。总是要利用一下这边的载具吧，趁他们还没追过来的时候，我赶快先上来。哎、欸、嘿，快借我开！哎、欸、哎。欸哎、欸，不能这样子啊！哎、欸，坦克车，你来太快了吧！你让我上车是会怎样啊？好，这一次我用最快的速度。哦呦，走开，走开，走开！哎呦，你到底行不行啊？哎、欸，再扣血，再扣血！快快快快快快快，开盖！哎、欸，剩1/3血了 ，yes， 拿到喽！呼呼，用这一台开车开给你们看啊。哎、欸，哦哦哦哦哦，飞起来了！呜呼，我走喽，小坏坏，哎、欸。换个载具，哎、欸，等等等，降落伞，降落伞，呜呜呜，技术啊！前面有直升机，前面有直升机，换直升机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以为我会一直用天煞在那边犯规子飞来飞去吗？不会，我换载具。哎哎哎，不能投射，不能投射，不能投射，走走走走，呜呼呼。哇呼！哇塞！哎、欸，谁炸天空啊？呜呜呜呜！哇哇！哇塞！我是被谁射下来的？好了，我们现在要来到军营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后面的街道，赶快，赶快，赶快！先找一台载具啊，最好是有个什么坦克车之类的啊，对不对？还是要开那台泰坦？那个泰坦一看就知道，就一看就会被射下来啊！走走，哎，怎么这么好？没人，5颗星没人，好爽！赶快赶快，先上卡车好了，卡车刚才上卡车直接被炸下来啊！快，哎。坦克车要来了，快快快快！哎、欸，这个卡车发动发太久了啦，我觉得用超跑呢太过于简单啦，我们直接用这个军营里面的这一台卡车好不好？哦，很帅很帅很帅！快，全速前进！哦呦，这不行，这个难度有点增加太多了。好家，他这台好像
比较防弹吼，但是也不能被炸到啊，对不对？来用这个度过最后的几个小时。哦，我后轮在甩啊！这个真的难度增加很多哎。现在时间已经是早上六点了，那最后一个小时我选他们这个军中的这一台车好了，直接偷他们军营里面的车子啊！来喽，走喽，出发喽，全速前进！才一开始我的轮胎就破掉了，走了走了，撑过最后一个小时。几点？几点了？六点十六分。这一次我要离那个坦克村远一点啊！全速前进！哇塞，这个研磨怎么开这么快？赶快躲过最后的！哇，又是坦克车！呜呼，闪远一点总是对的、啊，不可以跟坦克车正面冲突。全速前进，走这边，那边感觉有坦克。哦呦，无法过弯，无法过弯。走这边，走走小巷子就对了。哎呦，完了！哦，好在这边可以过，借过，借过。不要闹，不要闹！这时候不能有坦克车、啊，有坦克车就完蛋了。车子坏掉，车子坏掉，要GG啦！这个速度，原来车子是会坏掉的、哦。哈哈哈哈。果然还是要开超跑啊！下一集我要许愿呐，你们应该很仁慈。下一集的主题应该是让我开超跑吧？走喽！哇塞，这还硬卡哎！刚刚好没有坦克车，好爽哦！呼呼，全速前进！没有坦克车啊，完了，要死了，快！完了完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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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哈哈哈哈！最后一秒还是GG啦！好啦，现在已经早上七点钟了啊！看到我这个脸，看到我阿金本人啊！有人说我的前面的啤酒肚是方的，有吗？有吗？最好是方的啤酒肚啦！好啦，那今天的24小时就通气到这边。那如果下一集你想要看什么主题，就在下面留言，按赞数最高的就拍那个主题。我相信你们观众人都很好，绝对不会出那种什么奇怪变态的主题吧？对吧？对吧？是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最后呢，我们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只要你有加入会员，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就这样。